各位呢度有個 post 啊，反映出今日咧喺西方世界，尤其是 Anglo-Saxon 啊，英文同埋美文之間對政府嘅不信任。咁呢個佢就用個標題就話咧，係2023年嘅生活嘅一啲指引方法啦。佢就話，如果政府有參與嘅話咧，你就要避開佢啦；如果政府支持嘅話咧，你就要反對。如果政府話呢個安全嘅，咁即係唔安全啊；如果政府話呢個真嘅話咧，咁呢個其實係假嘅。如果政府係支持佢嘅話咧，你要問一問點解？如果政府話你需要佢嘅話咧，咁你其實係唔需要噶。如果政府係有擁有佢嘅話咧，即係話咧，大多數可能性呢個係被偷嘅。如果政府要regulate 啊，要管制佢嘅話咧，咁呢個就係限制緊自由。如果政府係準備係撥款支持嘅話咧，後邊咧一定有個隱藏嘅原因喺度噶。如果政府話呢個係進步嘅話咧，咁呢個好可能啊就係一個退步嚟噶。如果政府係個答案嘅話咧，咁你肯定啊問錯咗問題啦。呢度啊咁多個如果政府乜啊都顯示到目前嚟講喺Anglo-Saxons 啊嘅心目中，政府咧係非常之咧係不能信任嘅。咁呢個政府嘅同中國個情況啱啱相反㗎。中國人民咧對中國政府嘅信任度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，但係咧西方媒體一路捧緊話佢哋個政府模式好啊，佢哋嘅政治模式好，但我哋見到啊人咧開始慢慢對佢自己本身嘅政府咧越嚟越冇信任啦。咁下低仍然有啲其他嘢，佢又話咧如果呢樣嘢係會呼吸嘅話咧，咁你就要打免疫疫苗啦。如果已經打咗疫苗嘅話咧，再打多啲啊。如果佢死嘅話咧，你就因為新冠如果你去投訴咧，咁你就係一個咧係反疫苗嘅人呢、這個就係政府嘅政策呢度仲有咧就係幾樣嘢咩咧？就係咩情況就有性愛而唔係強姦咧？要同意啊！有咩情況之下呢個係工作而唔係奴隸咧？因為又係你同意乜嘢係分辨開買賣同埋搶劫咧？大家同意。咁最後咧就係乜嘢使到必須打疫苗而唔係咧強迫咧？咁呢個就係有佢話係個 magical fairy dust，係一個咧係魔術嘅天使粉末，咁即係呢個假嘅。咁目前嚟講咧，對於新冠疫苗之中嘅 mRNA 咧，而家咧有好多反彈嘅資料出嚟啦，證明咧佢其實咧係害多個億嘅。咁啊，呢度一寨寨之後咧，咁我諗大家都明啊。咁啊，而家西方政府對西方人民對佢哋嘅政府個信任度咧，真係非常之低啊。